本来还想夸你有契约精神，你却拉着我来做挡箭牌。你如果觉得委屈可以走，我不会勉强让你留下来的。郝总，出大事了！网上有人爆料说，徐林在日料店等绯闻女友一天，还说是三角关系。这可莫想了，真是阴魂不散。你在我心里一直都有特殊的位置，不只是我一手带起的艺人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中天娱乐台《怪你过分美丽》。